大家好，我是金明喜。目测你会最想要尝试哪一杯，或是先吃哪一样？是什么呢？台湾咖啡。台湾咖啡。台湾咖啡。变成咖啡了。那就他要喝咖啡跟芒果冰。你有五个签筒，要看他抽到什么才可以体验。秀秀啊啊啊啊啊 ！Please enjoy 啊哦哦。一个一个中。这个对吧？哎，对对对，别跟他讲很好喝哦。一样，喝完之后给我们一个很好喝的表情。哇，好好喝哦，台湾咖啡，哇，喝好大口哦。Thank you, yes. 김내영쓴게한국아메리카노워터커피랑좀다르게좀깊게쓰네요有点苦、oh, 然后跟韩国的那个美式咖啡不太一样，就是它很深入的苦。오랜만이시네요好久跟他们好久都没见了，真的哦。所以有没有里面最想见哪一位？성형지찬가형이랑한번도아직뵌적이없거든요형도어디놀러다니시고휴가가시고하셔가지고안맞아서제일생각이많이나네요최근작품이기도하고因为其他的演员的话他们好像私底下都有碰过面、啊、但是因为像池诚的话因为就是跟剧组一起旅游之后是就没有见过了因为大家 他跟池诚的时间都对不上对舞台上面这个六位合作过的前辈谁感觉起来最严厉宋仲基先生哈好吧내가잘됐으면하는마음에잔소리를내기많이하시네因为他希望他好，就是宋仲基希望金明喜好，所以呢就会念他。谁对他出手最大方？예해교나성격이시원시원하세요그래서동생들도잘챙겨주시고막쓸때시원하게써주시고뭐많이얻어먹기도했고요其实他的个性就是宋慧乔的个性就是很爽朗，然后就是很照顾就是后辈，对，所以也常常就是请他们吃饭啊什么的，那他也是有常常被请。그대만에온거를되게감사하게생각하고한분한분되게소중한마음으로팬미팅에임하겠습니다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来到这里，能够开见面会。那他希望晚上就是他会以每一位粉丝都是很珍贵的那种心意去跟大家见面的。哎，感谢大家，谢谢。好，王者金明喜呢？